往后倒那个姿势，你是连你连站你都站不稳啊。对啊，那、啊、你变成是，比如说伞有偏了，你连想要移动你都没有办法移动，靠三个线，就是它又不回来啊，有时候会变成是转向啊，然后后面的就整个乱掉。你看廖志勇几岁啊？你看他几岁？他身体几乎是有也是一点点而已，然后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吧？然后你的重心才有办法控制，就是你才有办法站得很稳定。然后你看他都是用手而已。Thank you.